代言的时候，我其实说真的，就是在打比赛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像下去打之后有点想说，好像不能漏气，对不对？不能输那种感觉。因为他是国手的关系，所以说我们一开始下去的时候，其实是放轻松打球的。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压力，因为他们真的很强。我觉得马吉世杯的比赛，当然第一个就是他奖金很高嘛，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他都是双打，很多之前的朋友在这边都聚在一起，然后可以一起切磋球技，然后可以跟大家聊聊天这样子。在赛前跟他练球的时候，就是他的球打得很不习惯，接到一种比较特殊的发球，会让我多认识一些其他的球种。打这个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大家就是来交一朋友的，所以我觉得办这个比赛很